章头版大解构，说明打开呢份报纸同打开第二份报纸，你都会发现佢哋嘅第一页即系头版系有啲共通点嘅。第一，凡系报纸都有报章名，睇住个报章名，我哋就可以区分唔同嘅报章，就唔会拎错第二份啦。第二，出版日期。呢一份北角日报叫得做日报嘅，即系每日都出版啦。买嗰阵时望清楚个日期系今日先至好买啊。第三，报纸仲会介绍当日嘅天气，睇公仔就知道今日阳光普照啦。报纸一沓有成几百页，但系就得一页头版。换着你系报社编辑，你都会摆头条新闻，亦即系最重要嘅。读者最想、最应该知道的消息落去啦。头条新闻有标题有正文，睇完你就会了解当时发生咗啲乜嘢热门嘅事啦。刚才提到头版就得一页，如果重要嘅新闻有成几单嘅话，咁又点算呢？咁冇计，咪摆喺后面几页咯。为咗方便读者，报章会设置新闻导览。俾读者知道呢一啲嘅新闻报道放咗喺乜嘢位置。完练习时间，报章嘅头版有唔同嘅元素。嚟紧嘅时间就睇下你能唔能够喺工作纸嘅练习度揾翻晒出嚟咯。